今天要出去看房子，早餐我就多吃点水果吧。在不被晒黑这件事情上再最后挣扎一下。找房子和搬家都是特别麻烦的事情，我一般选中一个地方能在那儿窝好几年。这里是以前在西山区工作的时候附近租的房子，后来不去公司了也没有再搬，可惜我的美女房东不租了，房子要卖出去，我只能顶着广州的大太阳出门了。可是合适的房子就跟木成珠一样难找，两个星期了都还没有看到喜欢的，有小伙伴给我推荐一下吗？在线等。